刚我们听到莲生活佛讲到圆桌问世，现在我们就呈现给您看这段记录，在今年8月15日中秋节当天的月亮特别的红，晚上8点，莲生活佛卢胜彦来到西雅图雷藏寺清净结界招请，开始进行问世。这是民间的信仰，我们要向您强调的是，任何问答仅供参考，不做怪力乱神，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。一化成江，二化成河，三化四化成精进，此子非凡子，乃是庐山秀才子，子天天清，子地地灵，子人长生，子鬼灭亡。天灵、地灵8月15来九旬，好。他是西雅图精明，第一个问题，欧洲的难民问题明年会减缓吗？减轻吗？欧洲的难民问题会不会减轻？你帮我写答案呢？不会。2017年香港的经济有几分？楼市是否会先问，应该是问 yes or no 比较好。楼市会升还是会跌？会跌20分。会跌20分。然后他问香港的经济会有几分？2017年香港的经济会有几分？40分。很差。中国的经济几分？60分。房地产跟他问了几个问题，股市、房地产跟保险业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，那时候是一样的。请问上海的走势，房地产的走势是如何？把这给他们的，可以涨一点。瑞典的经济如何？50分。哎呦，澳门的房地产如何？40分。澳大利亚的经济走势如何？ Australia 澳大利亚。40分。巴拿马的经济如何？50分。请问马来西亚沙劳越梅里市将会有一座雷藏寺吗？马来西亚沙劳越州梅里市。请指示。对，今天有来那个同门的人。会。哦，会有雷藏寺啊。请问日本的经济如何？就是问国家。60分算及格。60分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这个人问：请问日本关东地区会有6级以上的地震吗？是。
请问2017年新加坡的经济如何？50分。又在问美国的经济呢？70分。终于有个比较好的。马来西亚经济会如何？就是不太好。50分。英国的经济如何？40分。柬埔寨的经济如何？30分。2017年台湾的国运与经济是如何？台湾加油。30分。请示巴西明年2017年的经济国运如何？我们赢过他，你们有检查这个？40分。哇，加拿大的经济如何？香港不是问过吗？对，香港问过了。50分。